这两件梅瓶，这个一个是省博，一个是武汉市博物馆的，都是重量级的文物。我们今天应该说有幸啊，这一对姐妹花近700年首次在我们武汉博物馆相聚。叫沈博的清淡一点，雅致一些。我们武汉市博物馆的是浓艳一点，最大的区别磷和镜是吧，那煤和褐子，叫煤青褐子是吧，它你看后面没有续铜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续铜，所以我经常开玩笑，这个沈博的是7个人，我们是8个人。